每張車票就係1蚊台幣，總共啊俾咗880蚊台幣。不過咧就喺坐兩個站，大約8分鐘去到呢個八度。另外轉一班慢車就去宜蘭，大約咧佢係站站停嘅。喺八度去宜蘭大約係2小時才到達。台就上上去花蓮嘅，好方便啫，又冇障礙通道咧，真係好方便啦。又搭架坐火車啦，火車又平，我宜蘭101蚊一張。高鐵嚟啊，高鐵嚟啊，呢個零站喺度，好快。56分啊！啊，呢班去宜蘭嘅車就到站啦。啊，呢班。12:05咧就到達石城啦，好靚啊，冇得頂啊，你睇。有，我左手邊有台有艇啊。啊，石城過咗下站都可以啊，都唔錯啊。喺基隆呢個冇乜人聽到。有沙灘啊。啊，石城呢個大理啊，呢個沙灘幾靚。入唔到啫。一樣有吊艇啊！帶你 check 啊，上網 check 啊，帶你釣魚、吊艇啊，廣播啊，帶你啊，慢車啊，1個鐘多少少嘅啫。啲海膠幾靚，佢話啲海膠裝住啲魚食喎，哇！精彩到～但係你落車都可以嘅，我要調啊，上網 check 啊。12:30啊，就喺呢個蕉溪好出名嘅温泉區嚟嘅，又多食市性啊。12:38咧，坐呢個慢車啊，到達宜蘭啦，係明治嘅抉擇啊。